小野观看十级小马宝莉，奖励十包薯片。谢谢老师。美人鱼观看五十级小猪佩奇，奖励五十串烧烤。谢谢老师。白雪观看一百级奥特曼，奖励一百包辣条。谢谢老师。凯莉一集动画片也没看，罚你写一百张卷子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凯莉，现在观看的视频数量越多，越能换到好的东西。我现在就回家看动画片。我今天一定要看一百集动画片。我们家凯莉真努力，妈妈去给你做好吃的。谢谢妈妈。奇怪，妈妈怎么还没回来？王后妈妈，我饿了。凯莉，等妈妈看完这集电视剧就给你做饭，好吧？哈哈，是我用黑魔法改变了规则，这样大家不停地看动画片就都会变成近视眼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许告诉凯莉啊！我怎么睡着了？我怎么才看了一集？这可怎么办呀？美人鱼小野一百级叶罗丽，奖励一百包薯片。白雪一百级奥特曼，奖励一百包奥特曼卡片。太好了，凯莉，你怎么只看了一集？真是太不认真了，罚你写一千字检讨。凯莉，让我们来帮你吧。凯莉，你看吧，我和白雪一起监督你。好，凯莉，你怎么不开倍速呀？倍速是什么？倍速可以让视频播放速度变快，你用现在的速度肯定看不了几集。好吧，倍速我开。白雪，美人鱼，这速度也太快了，我听不清王默和叶罗丽说话了。凯莉，没关系，数量更重要，你已经看了五十集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看动画片，看看电视剧。啊，我的眼睛怎么什么也看不见了？哎呦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好疼啊！大家这是怎么了？小精灵，我们在看动画片，看得越多越好。小精灵，我看不见了，快帮帮我！精灵之力。美人鱼、凯莉，你们的眼睛是受到了黑魔法的影响，真相之境。是僵尸修改了童话王国的规则，又是僵尸这个坏人，我现在就去抓住他。小朋友们，看来一直看手机并不好，大家一定不要学我们，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哦。